圣诞节就要到了，为着要迎接这个温暖够有意义的日子，七日暗时，花莲县政府甲县内教会是做伙伫个县府头前来举办圣诞点灯活动。一张八公尺高的圣诞树点着了后，闪烁的灯火和现场是充满了过节的气氛。你伫现场，观众李金勇也用真具感情的言语讲：圣诞节是一个充满爱甲感恩的日子，希望上帝赐福给这个城市，大家拢平安喜乐。昆林县政府迎接圣诞节的来临，在十二月七日暗时，在县政府头前举办圣诞节点灯活动，邀请县内各基督宗教代表做会来参加。这场典礼活动包括天主教会、基督教、长老教会、浸信教会，大约200多人前来参加，并且由天主教嘉义教区主教张安祖前来主持祈福礼。这个时刻，云林县政府和县内的各乡镇的天主教会、基督教会联合在这里举行圣诞的点灯祈福礼，借由这个活动。我们要同心合意的来向上主祈福。这张关有八公尺的圣诞树点灯了后，气氛马上转变，亲像已经是圣诞节了。连馆长李金勇的秘书表情也不同啊！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哈！啊，圣诞节将近要到啊！全世界每一个角落，所有的人，大家拢用上欢喜的心情来期待一个充满了爱，也是代表平安的一个节日。这是一个好消息，咱希望会当和全民大家共同来分享。愿耶和华的祝福满满，愿耶稣基督的爱遍布全地。这场点灯活动在一头未落山就开始进行，真侪校友社团也前来参与表演。最后，馆长搁在现场分享平安糖啊，祝福大家平安喜乐。福林新闻采访报道。